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这个冬至节来了，必须整一锅羊肉汤。这个天气实在太冷了，还下一点小雨。我现在去地里面扯一点白萝卜，待会儿我们就开干。哦，大萝卜。那把这个萝卜切成块，那熟透了就是轻轻碰一下就会开裂。这是今天刚买的新鲜羊肉，我给它切成块。再给它清洗一下。弄一下新鲜的鲫鱼。起锅烧油，来煎一下鲫鱼。下入鲫鱼。倒水。好了，这个羊肉汤熬好了，来打点汤啊。这个碗里面放的是那个葱和香菜，尝一下啊。